年关将至，尾牙应酬好多，当然要更认真健身，维持身材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不是有动就算交差，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练。运动品牌举办训练课程，带女孩们做核心锻炼，完美体态。训练要能长久，第一步很重要，先出动滚筒放松全身肌肉。我平常不注重收操，现在就知道了，一按压到深层的肌群，酸痛感通通跑出来，简直就是在挤柠檬啊，忍不住龇牙咧嘴哀哀叫。但是酸痛过后重获新生，双腿轻盈又有力，不论是深蹲、蜘蛛平板式或是伏地青蛙跳，各种动作都难不倒我。而独约乐不如众约乐，正当大家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时候，教练马上进行分组活动，两两一组，小碎步、侧并步、携手合作，动起来更带劲。扎实的一小时 NTC 课程在欢笑声中顺利结束。感觉你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爆发力还蛮十足的。哇塞，我有点吓到。看我做到手部的力量系列，然后跟腿部的力量系列，然后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腹部核心都是加在里面的，所以它是算是比较全身 full body 的，主要就是提升你的肌肉力量跟身体的灵活度。核心训练不需要特殊场地，平常在家里只要铺上地垫就能练习，大家一起动起来吧，用欢乐的汗水锻炼，让身体更匀称紧实有活力。未来体育新闻，陈妍蔚、李一涵采访报道。